事实上你在社会中去进行竞争之后，每个人都会给你打分，就像淘宝给打分，买家可以给卖家打分，卖家可以给买家打分。不是，你也就是算有人评级低也无所谓，因为本身你就在一个社会评价里，有人高有人低，这无所谓的。但是关键呢，这里面我一关注的问题就是个人资料会不会受到不当的泄露。你比如说那个卖咖啡，那门口卖咖啡的摆小摊的，他可能见了王珊这张脸，他呀这张脸，但是呢，他如果拿到你的身份证号，对不对？对，又很危险。这就不对了，对吧？他拿你的脸。但前提就是说，评价拉黑这些都没有问题，前提是当你知名的细节还有没有登上我们互联网实际的太是不是足够的工作，对吧？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觉得安全，并且有信服力啊！好，这时段呢，谢谢光宇带来的点评。那么在18点整呢，将为您带来眼花缭乱，企业发红包做广告营销，临近年底红包满天飞，你真的欢迎吗？以及怒气冲天，综艺电影票房大卖却被名导炮轰，冯小刚称最近可能是电影的对象。稍后将会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在9点之后，天气公司直播间。出国旅游，走亲访友，羊年牛马，一起国航跨境汇款业务欢乐合一。汇款、一元汇款、协众汇、三洋开泰，优惠多多，羊羊过羊年，帮你做的越来越难。汇知细节，分析你家汇精神门店。浙西银保品牌明智达西，明智达西，浙西真专家。21年专注浪金卫浴，创浪金卫浴，智能制燃气热水器，告别冷却水，望真乐生活历史专家。只要满3年，预期平均年化收益率5.25%，还有保障相伴。我第一次买华夏保险。各银行网点及楼主火热销售中，关键词华夏。95300。富邦美品，美国美式生活，我的家。奥特朗高端热水器专家，一享一享，这就是奥特朗皮亚诺6年质保，新新定制皮亚诺除锈机。北京时间17:58，这里是直播中的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最新的天气情况。大姐你好。你好，时间，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来看天气资讯。在冬季对整个大地区而言呢，降温以及一些大风天气都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北方，冬天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雪，但其实降雪呢，对于气象条件应对于明显的。那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坦地区，当地表积雪厚度大于10厘米的时候，交通造成阻碍。而研究表明呢，当积雪厚度在5到10厘米之间，气温在0度左右的时候呢，也是交通事故发生几率最大的时候。因为这种条件下呢，路上的雪常常会出现融化状态，路表呢会变得非常的光滑，而轮胎与地面之间的附着力也会大幅的降低。
北京时间18:00整。